猜这是啥？看这么小的一个蛋，这个是乌龟蛋。哎，看，哎，这是蛋清。然后我给它整三种吃法，这是煮好的，煮完它就瘪了。打开看看啊，扒皮。哎呀妈呀，这咋像没煮熟似的呢？这煮老长时间了，但里面的那个黄它已经熟了，看它可能这青就这样，尝一尝啊。这个蛋黄像大鼻涕，这蛋黄就口感就有点像那个咸鸭蛋，沙沙的那种感觉，咸鸭蛋的感觉。我合计煎一个蛋，结果煎完变成这样来了。它这个组织不一样，它的蛋清不知道为啥它就没了，就剩蛋黄了。尝个味儿啊。没啥味儿，不咋好吃。这乌龟蛋，哎，一言难尽。